飞泳水疗会就是卢新开的水疗中心。我们出了这个卢关口，向前行，左手边有电梯，我们上去，上到电梯之后向后望，就见到这间飞泳水疗会了。它是这个12月2日才试业的，那我就拍片给大家。它整体装修都很干净的，房间呢都很整洁，我就略嫌它小一点，但现在它新装期内有 8.8 折。我亦多问准前台同埋呢个经理啦，咁佢就会俾我哋香港贝巴嘅会员咧，长时间都有呢个会员价嘅。你只需要话系香港贝巴嚟咧，就会俾会员价你，唔需要去啲大众点评啊，其实攞优惠噶啦，或者入会你都可以攞到会员价。俾會員價嘅，你話你都得噶啦，話我嚟，話我呢個香港背包嚟 ，OK，OK，OK 我拍一拍，咁啊應該好多人嚟噶啦，好嘅。呢個插背房。啊，插背房。呢個洗手間。都好乾淨啊！嚇，幾時正式開業啊？暫時未收到通知。未收通知啊？啊，在西試期間。哦，咁幾時會做嘢啊？幾時試業開始係11日國慶？12月2日。12月2日，我介紹俾我睇，12月開業佢哋試，而家有88折。到時開業嗰時嚟嗰時咧就係會員價，得唔得啊？唔使佢。OK， 得。新開的，什麼都是新的，靚啊靚啊靚啊，好。它中式就138元，香薰推油就188會員價，就100分鐘，但是就要給小費的，小費就是50元起跳，看你自己的荷包爽不爽，可以給多一點給少一點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